是吧？先不互动了，先针对先把石头扔吧。我们的未来很光明。他会先尿躲一下。他没有彗星，那个 Q 不是很痛的。哎呦，补刀了，漏了两个兵。这补刀有点臭。我将照亮前进的路。石头人，反正我这版本没有之前那么怕。我去，这蓝枪这么快啊！这样他补塔刀，石头人补塔刀是巨难受的。绝对不要回头！他四五级的时候在杀他。就用水星态的 Q 去躲他的彗星，只要记住这一点，打石头人里面会舒服一点。这不先给他放回来，然后教练不打野。哎，能来吗？这不现在再不来刷到，待会就没机会了。这不先给我控在这里。反正打石头人的话，其实还是不太好玩的。前面我这把前面花觉得挺难受的，带偷血也行。他这不还是怕的，好吗？在那刷呢。好像有人要来抓我，面对未来吧，看他敢不敢上来 Q 这小兵吧。这小兵想杀一死，我们的未来很光明。哦，我的 Q 没好吗？我去！哎，我吐了，我这不想直接越硬越这个石头人，发现我自己的 Q 没好。他有点亏样子，这蓝枪还是没手，等于说一把好牌打的稀碎。蓝枪应该走，我前面那个 Q 没好，不然那个线的话，我硬杀他都可以杀的。
他刚好还在上路。哇，他这么久他都没走吗？啊，有点亏。不过还行，问题不大。石头狗这波没大招，我又可以死，我又可以避免了一波死亡时间。Nice。一步错，步步皆错。锤时间，已完全充能。我要越他了，这波，我这波真要越他。铺平道路。算了，他大招好像好了是吗？有没有玩石头的？他大招好没好？应该就差了个几秒钟，我去，我助手没用，助手没用，现在应该好了，现在应该好了，刚才没好的，现在应该是好，现在绝对好，刚才如果能越的话，应该能越，他现在把我好了，进下场了。他不懂事，人头都不要。完毕，时刻准备着。我去，我看着这只头人这边血量在我面前晃来晃去，我有点难受啊。但是我拿他没办法，算了，走吧。我男枪不在，我以为男枪在啊。看他下半野区了，这螳螂其实这波去下亏了，他还不如来上路捡这个人头呢。这波去下包亏了，上路捡这个人头就舒服了。我们的未来很光明。但这波大招好了，没事。他会推这波线的，我在这里蹲着行。他去插眼，插完眼会推这波线，我随行太极手是不？为了 Pirate Wolf， 我去兵线这么多，说真的，我这波慌了。但是我心思还有个盾的，他还杀不死我。这波扛着兵线杀他，差点出事了。下路就不要去。对，兵打了我200多的，这波兵全基本上很多杀都是兵打。扛着小兵杀确实不太稳，但是主要是我有心思了，打得有点狂。你要给他拍回来，打个 EA， 打个大炮。我去，这波装大了，这波
哎呦，打一套就好了，为什么还追上去啊？追上去掉了我700多血，打的有点愣头，是不？ 上翡翠二吗？可以，祝你早日上钻石，我的好兄弟。翡翠二之后就是钻石了，翡翠一。变形完毕，铺平道路。 把塔拆了，哇！是我给他机会了。打狗头就相位加星石，很好打，把邪魔很好打，看见吗？就那个相位星石出来就随便干他了。我是拔出什么鞋子的？不出鞋子这么快吧？我真不知道打石头人干出什么鞋子，还是对面那些阵容。 快走，兄弟！是时候进行抵抗了。哇，我被烟雾弹太伤了，去上卡牌。 这波被烟雾弹真太伤了，我去，搞得我那些发炮我没打中。不想就出那个绿色的跟那个红色的，反正不要出那个。 不要出那个红色的那个就行了，不是不要出那个蓝色的，我去，我这波慌了，不要出冰刀，这版本冰刀是陷阱，你出星矢就不要出冰刀，不出星矢可以出冰刀，CD鞋吧是吧？ 这波打完拿下，早就不出冰刀了，我早就不出冰刀了。你们可以看我抖音最新发的那些视频，置顶的那些视频，那个出装视频，他没有说为什么不出冰刀。石头人来了。 还有个卡牌，不是还有个男枪在那里，有小偷啊！这把其实我补刀还可以，只是打架打的多了，给他吧，给他吧。队友舒服，我们才舒服，适当的让些人头，给队友喂一点。 给他吧，给他吧。太肥了，这把。九龙神吸血吗？九龙神我感觉我不出，我感觉九龙神没什么用了。要么你应该心态吧。
这把叶子烹饪应该还是要再做一下，有石头人的局出叶子烹饪就很舒服。 这螳螂怎么感觉看着玩起来很喜感？缺了还是要出，打铁拿朵他一就行了，不要吃他的一，随便打的那，不要吃他一就不会被他大招拉进去。开个头前慢慢磨血。 想再打这 F 6，打完这 F 6应该会去打那个核蟹，你看他们追一下，打这么快？该不会去贪这波兵吗？五位辅助就玩泰坦。 我觉得上路这波线他敢吃，有眼，至于有眼，这就行。要不我不去了，这不就拆上路就行，确实极致了。行吧，人家是把帮了我的。正在充电。 不能这样说人家，绝对不要回头。安是辅助，安是辅助。 卡牌有大了，哎，五满，看能结束吗？我想泡娜美，没泡到，基本都是出那个重伤那个。 就要么就重杀这个，要么就是这个打肉的这个，就出这两个。无所畏惧。这不石头人大好了，我就不去了。 小月，不错。我没想到小月清个线清这么慢。 35点护穿太舒服了，别35点护穿，有这视线基本上伤害就很爆炸，我这不再去带一波下路，直接去带，铁男大王什么都接不了。我将照亮前进的路。
总觉得交闪杀他有点亏，但是来都来了，还是得杀。交闪我也交一个吧。对，现在不能解了，好像是这个版本。 喜之郎，就是有点喜之郎是吧？一个喜之郎的味道，就玩的很喜剧人呢、啊。就是他的操作都是那种带点，反正都是很让人很想笑的，但是他又不是很菜的那种，就是他玩的很搞笑。哎，晚上好，峰哥，晚上好。